Hello， 大家好。前嗰排冇出片，因为去咗古巴旅行啊。这个疫情呢，已经几年冇去过旅行啦，所以今次去旅行呢，好兴奋啊！一落机嗰种感觉，即系唔知点样形容啊！唉，终于可以自由去旅行啦，阳光与海滩，我哋嚟啦！咁我哋入住嗰间酒店系五星级酒店嚟嘅，咁去呢个边际无边际泳池咧，真系好靓。坐住喺度饮住杯嘢，望住个无边际泳池同埋加勒比海，真系一种享受啊！我哋成团人咧都系自己朋友嚟嘅，所以咧玩得好开心。我哋呢个领队咧就非常之有经验，亦都好识搞气氛。所以我哋全程都好开心，好放松，都影咗好多 video 嘅。等我慢慢再放上嚟俾大家睇下。出海捉龙虾啦、马车啦、老爷车啦，呢啲全部都有包嘅。我哋出发嗰阵时系11月中。个天气非常之好，古巴唔会太热，虽然有时会落下雨，咁但佢嗰啲系过云雨嚟嘅，变咗咧就蓝天白云，但系又唔会太热嗰种咯，所以都几适合呢个时候去古巴旅行噶。我今次咧又发觉一间饮茶 Outen Tower 嘅醉月轩，佢咧有个特价系星期一至五。11:30前入单，大中细点都是4.58。佢呢度啲点心嘅种类都算多，味道都好好，但系咧就好多人排队。佢嘅排队咧，其实又唔算话等得耐，因为佢嘅流量都几快嘅。我哋嚟到嗰阵时，都差唔多前边仲有10多位，咁我哋都系等咗大概20分鐘到就有位了。佢個大中細點嘅選擇都算多。我哋今日點嗰啲都係必食嘅點心，咁所以想試下佢推介嘅必食點心嘅味道如何。我哋嗌咗呢個雜菌菠菜餃咧，佢係中點嘅4.58，幾特別下噶，味道唔錯噶。個時菜牛肉球咧，佢都係中點，咁啊4.58。这个呢藕段丝莲是大点来的，4.58。咁我就觉得好似啲莲藕就少咗啲咯，肉就多咗啲。咁佢呢个桃胶炖蛋好正，唔太甜，咁系大点来的，4.58，好滑溜，啲桃胶都好多。咁佢呢个鲜虾脆皮肠呢，佢就系顶点来的，7.38。但是就真的很正，味道不错，虾都很多。这个煎酿尖椒是特大，它就5.38元，整体来说不错的。多谢大家收看。